好的，还是和我们先聊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吧，尤其这个第二局非常紧张，非常焦灼。第二局我们在配合上面出现了一点问题，就会出现一点抢球，然后包括打到第二局精力会有散掉的情况下，手上的控制就不会那么好，就会出现很多失误。因为就上一轮这个泰国组合刚击败了我们的这个中国选手和伊藤杜月嘛，因为你们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这一轮？就是主要是还是围绕这个馆吧，就这可能球比较快，这次参赛的球，然后场地没什么风向，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打前半场多一点，打发接发多一点，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可能发接发要比对手做得更加耐心，更加耐打，然后加上可能本来对方就属于进攻凶，但是和失误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就多顶一拍是一拍。好的，谢谢，加油，之后比赛加油。